大齿猛蚁号称地球攻击速度最快的蚂蚁。今天我拍摄了许多它的精彩攻击瞬间来供大家欣赏。是不是感觉很有力量感？其实它的咬合力并不强，只是咬合速度比较快。它的攻击既可以视作进攻，也可以视作一个防守技能。咬住了对手，哎，就攻击成功了；咬不住对手，哎，就把自己弹到后边去了，方便他逃跑。这是每秒240帧的慢动作录制，已经是人眼几乎跟不上的速度。看他咬不动的时候，是不是就把自己整个给弹到后边去了，直接摔晕。当然这也是为了方便他逃跑。好的，接下来是每秒960帧的超慢动作录制，已经明显可以看清它的身体飞行轨迹了，但是我们还是看不清它是如何去咬下去的。我们再放慢 0.5 倍，这是我现有装备能拍出的极限了。它的这股爆发力如果换算成速度的话，大概在 0.15 毫秒就可以爆发出100公里以上的速度。虽然有如此恐怖的速度加持啊，但它其实咬合力并不强，甚至咬不穿人的皮肤。哎哎哎，这就过了啊，过了啊。哎，其实它没有扎进去。这大齿猛蚁是蚁科猛蚁亚科大齿猛蚁属的一种昆虫。先说猛蚁亚科，猛蚁亚科的这些蚂蚁啊，它都不是靠咬对手的，它都是靠屁股上这根毒针来扎人的，很扎心的那种疼的。所以你别看这大齿猛蚁拥有巨大的上颚啊，而且它的攻击速度又贼快，但是、人家的主要攻击啊还是靠它屁股上那根针，扎人很疼的。视频里这只是真草大齿猛蚁，是西双版纳比较常见的一种大齿猛蚁。咬合速度快不等于咬合力强，它的咬合力甚至还不足以击穿人的皮肤。